我们要去找那几台神兽。哦，我现在很开心。Hello。幻想吧，摩纳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又是这里？你前天的 flow 不是来过的吗？木子是不是傻鸟啊？傻鸟。没有啦，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，去了尼斯啊，摩纳哥，去了那个圣波罗，没有圣保罗。我们八点钟的飞机，现在三点钟，还有45天就要飞走了，所以我们决定把剩下的时间回来摩纳哥享受一下。我们觉得一天在摩纳哥真的不够，如果走马看花的话，根本就享受不到这里的风景。好，我们现在介绍一下摩纳哥。摩纳哥呢是位于法国南边经纬度，傻鸟啊，谁知道经纬度？我在这里不是拍旅游节目，是在享受这个超级屌屌的地方，跟超级屌屌的人一起，就是 Team W 哦，傻。看一下，都没有人在讲话，就是他最吵。我刚刚才发现，原来附近一个人都没有。有一个帅哥哥。哎，太阳。你现在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真系好 free， 真系好 free， 搞啲生意先。摩纳哥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已经听过这个名字。世界上有两个最小最小的国家，第一个是梵蒂冈，是在罗马的旁边，超级小，是世界上很有名最小最小的国家。第二个就是摩纳哥，这里只有40000亿人口。是一个超级小，就是其实去哪里都可以走到的地方。但是我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过出国，没有想过去欧洲的时候。我打岔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后面那个船、游艇、游轮也太大了吧？这个游轮是一辈子也不用下来，住在那边水下人就是这样。更有一天 ，Team W， 这好大 ，Bruce、Bill Walker， 有厂商赞助我们，我们可以上去出任务 ，No problem。我们要去一个游轮拍影片给你们看。刚刚说到哪里？我跟你刚才说到哪里？我不知道你刚刚说到哪里。刚刚说了，就是这个国家是很小，但是小的东西不代表不好，很美就是对。我们两天之前根本没有走过这个超级屌的地方，刚刚没有拍到超级屌 Ferrari 最贵的那个车。如果没有看到的话，去看 We Walk the Floor。你看这里，就是有那个 Ferrari， Maserati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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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字屌，这里真的是。高山人住的地方，哎，找到你了，找到你了。那个神兽在哪里？我们要去找那几台神兽。那两台加起来就可以买这里所有看到所有的车都。找神兽，然后 Rolls Royce 在这里就还吗？就好像真的是你刚刚看到那个超级屌的那个 Ferrari， 就是 Rolls Royce 也是还要，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来的。他们好像在这里，哎，在这里大家看到这个是在俄罗斯来的。神兽到底在哪里？吐槽，就是这里了。最后很可惜，很可惜。太多人了，去赌场那边超级多人排队，好像你刚刚看到那一边超级多人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去旅行不一定要走来走去，看一看风景，好像这样。坐下来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这样也不错。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。刚刚越改我的影片，我发现我的国语真的，没救了，幸好。但是为了你们，我会把我自己的风格保留，但是也会努力一下语言嘛，这样说的听得懂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位帅哥哥就在这里跟我一起改影片，但是我太累了，就是要放松一下，带你们看一看这世界上最美、改影片最屌的地方，也是世界上最美。最爽的 Starbucks。 我们刚刚呢就是坐在这里看着这一个风景，看着这里那么美的风景，然后累的时候就下来看一看有什么超级帅哥跑车。现在我发现真的要站在这里才知道，真的不是要走那么多地方，站在这里看着这里就是那么简单，旅行就是这样。到现在刚刚超级奇怪，有一个
很漂亮的女生找我拍照，他们超级搞笑，在这里笑笑笑笑笑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哎，要不要在我的 vlog 里面 ？OK， say a hi， hello， hello， it's you， Milano Capitale， it's nice。 Are you too nervous to look at the camera？ That's great。 Bye bye。 I need you guys to be my vlog。OK, enjoy, enjoy the day, bye. 也不错，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跟我拍照。对，你为什么没有问他为什么拍照？为什么我们去找他们拍照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正准备要走的时候，他就来，他问牧师会跟他拍照，然后牧师就问他可不可以跟他拍 video。哎，好啊，我觉得有一些东西，我觉得不要问原因，我不要管什么东西，他们是玩游戏输了，怎样找一个男生，没关系，他还是看到我。可爱的表情，不要做可爱，帅帅的表情，阳光的表情都可以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不问也是一种自己的幻想吧。我最后还是没有问他为什么要跟我拍照，但是我觉得不问把所有的幻想留在后面，有时候这样更好。哦，我现在很开心，我们现在要走回去那个火车站，搭火车回去尼斯，然后再回英国咯。我人生没有几次有一个陌生人跟我拍照，应该真的没有几次，可能数不到，真的可能一次而已，一两次吧。可能小时候我觉得我长得很奇怪的时候，应该人家觉得哎，不是亚洲人，真的没有几次有人家跟我拍照，我觉得自己很开心了。你们真的有一天有没有看到我认得我？因为在频道，因为在哪里，就是认得我，觉得哎 Moose 在这里，我想跟他拍照。就算你拍了那个照片 delete 了，没关系，已经 make my day。 我很想那一天会来，所以我会继续努力。 Team W Let's go awesome。 今天的我已经不是昨天的我，我这次会走到车站的中间，不会再要跑追那个火车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然后呢，超级多人在那边等火车，等一下我们就看到那些人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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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过来，而且我是不用跑的。看到那一个，当以为自己已经成长的时候，原来第二次了，还是这样，每一次都是这样。去要关门，好。原来自己成长还不够。好了，我们很随性，的拍一下，说一下现在在做什么事。那个巴士停在那边，但是重点是，那个巴士站是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是所有人看到那个巴士在那边，然后就冲过去那边。其实老实说啊，都没有原因的。最头的那些人变成最尾的那些人，然后在那边等，那个巴士不开在巴士站那边，然后在后边，然后那个超级生气，刚刚好打算叫警察拜帮忙，但是警察没有帮他。其实法国的 system 可能就是看这些文化吧，可能就是有一点小问题。看到我这个样子就知道我的笑容已经不见了。为什么？我发现 Nice 这个 app 一个字烂，两个字还是烂。晚餐的时候我是要吃热的东西，很正常嘛，吃热的东西。但是走完整个 app 也没有热的东西，只有那些烂烂的 sandwich， 就好像你们看到这个 for God's sake。 所以大家来到 Nice app 小心一点，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很喜欢吃热的东西，不是很喜欢吃热的东西是正常的。不管 Nice app 有多烂，那个巴士站在哪里都不知道，都没关系。但是我们今天呢还去了 Monaco 看了那个超级跑车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拍到。如果我没有拍到的话，去看 WeWalker 的 The Pro 超级跑车，可能一生你不去 Monaco 你不会看到的跑车就在这里。我们去到那个世界上最屌最屌剪影片的地方，就是那个世界上最美的 Starbucks， 超级美。但我发现人开心就是那么容易，人家跟你走过来不认识你，跟你拍个照，我已经很开心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好像我那么容易开心的话，虽然没有关系 ，like and subscribe， 差太远了，好，下期见。所以那个女生还有没有想我？没有。